人海茫茫，千分的城市，窗外飘来冷冷酸涩，予人心稀微。心爱的人，原谅我一时冲动，造成了无奈的伤心。有你的关怀鼓励，有你的真心支持，一切拢需要重新开始。为咱的光明前途，为咱的幸福理想，甘着目屎吞落去，我嘛愿意。想起故乡温暖可爱老热的暗暝，春风吹来阵阵花香，予阮心欢喜。心爱的人，请等我事业稳定，带你来阮的身躯边。我期待总有一日，像因为你我相随，两人的美梦袂当无你。为咱的光明前途，为咱的幸福理想，只有梦中来相见，我也甘甜。欢迎收看《三星报喜》。于大哥，喂喂喂，今日吼困难重重，我要今日吧有淡薄困难。安尼吼，这样你大鹏，这样你老的专工是为你设计。哎，无用啊，无用。因为今日这节目都要下你的味。是安那？因为咱今日邀请到两位美魔女来个现场。美魔女。是的。是安那？何做叫做美魔女？美魔女的意思就是讲，有一定的年岁啦。哦。啊，不过迄面膜个身材个保养啊，就好，别说跟那少年早囡仔同款。啊哟，光一个介绍出来。系啊，你只想要怎样笑对哇？当然啦。掌声欢迎杨秀慧、罗佩英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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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见你就吓各位观众。哦，看到我老师讲，看我真正看会出道呀。对啊，那时阵出来个。十外岁，嘛不是早囡仔，已经成年了，成年了，那就少年的啊。系啊系啊，我二十岁出道的。哎，对啊，你准系啊。你看，哎，真正哦，属于美魔女啊，你要看。真的。要六十岁的身材，还佫保持安尼这样。阿妈咧，你阿妈才六十岁啦，即摆阿妈才五十三啦。哪里啊？五十三啦。五十三。你唔是八十吧？无啦，我是干那今年才摕到迄个高铁半票尔。真的哦。你看秀慧嘛是同款啊，我保养了就好了。对啊，你嘛五十，我要六十来点点。喂，于大哥，我讲遐济啦。你嘛是就近啊，我来看你出道啊，到这阵。我三岁都出道啊。三岁？没啊，你没有五十？无啦，那有可能？无吗？我只抓四十九呢。你差几岁？你还在计？规日总共一个两个拢保养了就好了。没啦没啦，拢就少年的呀。好啊，尤其啊，罗妹妹较早在出道，拄啊在出道的时候吼，我准看你杀掉我不？哎，你真的都没有出手过吗？我不相信。无啦，迄无啦。真的吗？唔假啦。我出道时我已经结婚了，你啊。好啊。亚萍拢这条，我诶。我来哦，逃过一劫啦。哎，咱两个礼拜，阿亚萍都坐点样？瓦皮。哎呦，哦对对，他唱。啊，那瓦哈，黑白就行。输嘞输嘞。六级的六级。我两个拢坐隔壁，亚萍哦，点样好，点样好，哦，我目睭了呢。系啊，安尼系啊，我讲也不敢呐。无啦，爱看伊咯，我大概人看伊咯，哇，这拄啊出道的哈。心脏跳跳菜。哎，以前哦，喊你看哦，拢穿短短啊，哎，就较早的，还未上台，伊就是穿短短啊，对啊嘞。他的腿很漂亮啊。脚哦，就较早安尼哦。我都奇怪呢，不露的衣服我都不买。没有。不是秀慧姐嘛，爱用就好呀。嗯，对啊。伊嘛袂歹啊，伊嘛就同款啊，系啊。不怪。不会吼，今日有一个人讲免钱，伊嘛要来个现场。啊，够一个美魔女哦，够一款人哦。拜托诶，哪够一个哦？就一定是青春不老，世纪美魔女即将来踢馆。场景美魔女，男人缘挡都挡不住。你给我真的，求求你给我电话，我不要，我可以当你妈妈的啦。我就拿出我的身份证啊。他一看之下，我不爱相信，我不爱相信。我大概看到哦，这我出道的哈。心脏跳跳菜。哎，以前哦，喊你看哦，拢穿短短啊，哎，就较早的，还未上台，伊就是穿短短啊，对啊嘞。他的腿很漂亮啊。脚哦，就较早安尼哦。我都奇怪呢，不露的衣服我都不买。没有。不秀慧姐嘛，爱用就好呀。嗯，不要啦。伊嘛袂歹啊，伊嘛就同款啊，系啊。不怪，不怪吼，今日有一个人讲免钱，伊嘛要来个现场。啊，够一个美魔女哦。够一款人哦。拜托的，哪够一个哦？就一定是亚萍啊啦，够一个。哎，亚萍，我那六十起跳啊呢。还没看没出来。嗯。看有没看那？其实四六上好的都是亚萍姐。真惊啊！哇，看没出来，真正有六十了吼。六十，一跟我四回呢，你要说。啊。痛啊痛啊，嘿痛。痛啊！你这是真正。我讲真正卖讲哦。不是，不卖讲，不卖讲。给你们介绍，这里是创造美魔女的人。真的吗？要翘翘的。今个叫出来，今个叫出来。欢迎我们的美丽达人潘若迪哇！1, 2, 3, 4 我要你给我几分钟，反正让那个跟我这样做，保证不会让你少块肉，还会让你变美又变胖。喂，哎，新歌新歌 ，double double， 拜了。拜托你跟他一波年，再做下久，安尼也真做下久嘞。但是暖身操，哦，暖身操，待会他再带来比较困难动作。暖身操，你这块真是整形失败的，你要扣款嘞。他无啥感觉，他汗淋淡薄啊。哦，无因为今天很重啊，他落差十几点钟啊。
不是啊，你讲我最像潘哈潘若迪，潘若迪，潘若迪啊，亚洲最有名的有氧教练啊。张飞，张飞，我是头发比较像，张飞的体力应该跟我差很多。你是潘若迪对吧？我用很快，比如说看到成龙嘞，龙港宽嘞。成龙是有他的舞蹈。啊，黄飞鸿嘞，黄飞鸿，黄飞鸿。潘若迪，黄飞鸿。哎呦，想不到潘若迪老师你这么厉害呢！哇，不是因为平常综艺节目，你都要无穿，今麦要真正会穿，今麦穿 double， 只都爱出来干那一波尔，干那不啊不几波啊，你对不对？啊，你这无好啦，你这假脑好。有，因为今天呢，就是如果跟着我学习，我开发的这个新的有氧课程的话呢，绝对跳起来啊！跳完之后绝对比罗美美身材更漂亮，真的还假的？皮肤的光泽比。我就串了，比杨秀慧还要更有光泽。我不是我看这镜头又串起来，那今天清稿是两位美魔女，想她不用。来，你卡边啊，你卡边啊，我提这名言，拜托个。然后你跳那边提啥啦？提供我一两个到底想她不用？名言啦，你等会拿给拿给我是吧？来，我美美西啊，那阵还是一阵笑高会，哎，一阵卡憨你。你如果你二十岁出道，有啊，他应该拿这个照片的。高会买上一。阿北出道啊！哦，黑人拍照，十九岁啊，对啊，拿这个照片啊，应该是张富美吧？哇，哎，有点像哎，真的很像。黑人看后腿，汗没汗没奶。那时候出道的女明星，大部分都长这个样子，真的吗？你们看刘瑞琦也差不多长这样，对对对，清秀，对对对，嗯。好，你咋会？哎呦！不要给紧张，迄阵出道得这样呢。看这 Q 的啦 ，Q 啦，啊，真的 Q ten 嘛哈。啊，水水水，这三十岁，这三十岁，哎呦，哎，越活越年轻呢。哎呦，这三十岁，对啦，这四十岁，四十岁，四十岁上松的时阵，其实不会，很有味道，真的吗？跟现在不会差太多，起码高十色，难怪是美魔女。各位妇女，而且我真的，别惊，53还可以像这样子，加小的桂林仙，无几个啦，干哪里啊你？哎，你只要努力，好啦，都会算啦。你唔敢干哪，直接讲你家己爱嘛，红秀。啊对，哦，秀慧姐，你其实嘛保养真好，真紧的吼，足奇怪，我嘛无啥咧保养呢，哪样呢？安尼，嘿。哦，这样、哦，哎呀，这是吓人啦、啊！这到底是这十六岁都逃出来唱歌，好可怜，这四十岁是吧？对啊，这十六岁，这是四十啦，这出来唱歌吹半年山了。不是，较早哦，较早呐，愈少年啊，愈啊，扮啊愈老啊，对对对，这个就像公亲群的呢。公亲群对哦，有点像哎，这个差不多十九岁啊。高会，你等到愈来愈少年，愈来愈少年哦。对，到到走红，愈来愈少年。高会，对啊，嗯，哦，阿过来，这李贝啊，哇，我行李的，愈来愈成熟啊，嗯，哦，这个最年轻，你越活越回去，越来越年轻哎，这个大概就33岁了吧，三十，愈来愈老真啊，对对对，哎，你两个到底想那不用啊，那拢没老哈，女的就是要吃补嘛。哦，吃的嘛，要喝补嘛，对不对？要擦补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要擦，保养啊，运动，会没有运动，很重要，怎么会这样？真的，你有 muscle 哎？对呀，哎呦，真的有哎，有老鼠哎，有啊，有老鼠哎，对呀，真的只有懒女人呐。我跟你讲。女孩子哦，真的要有这个年纪的，然后还保养到这样，对，自己本身呢就是要经常要努力的，要努力，不能松懈。大哥，你买公仔，看我亚萍打钢，我你看，嚯，保养品有够足。哦，伊买这个保养的啊。嘿，然后我透早起来就开始保养，完全就过来嘞。我用外腰时，我有一间吼，拍了就拍两工，啊，变来录影了。哎呦，这规个拢乌嘞，乌黑眼圈。嘿嘿，熊猫眼啊你啊，哦，亚萍，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退这个黑眼圈？有啊，很多那个。那关太厚，我哩抹了。就五号哎，我挂五号了。哦，变人诶啦，这样啊，肯定泡皮哦。不是，不是虾米。啊，你刚才说阿妈高诶。你要求估计铁二的去角之城诶，我讲有啊，我讲有。天价那鬼天，哦，变人诶啊你啊。你哪好我骗啊？你敲阿布啊你。他很相信亚萍姐，其实哦，云大哥我哩讲。那边水哦，唔免这么搞功夫，不应该安怎？真诶，就简单诶嘛，安怎走？我会当有一波撇波，马上和你一剑
功耗。小郭，你先来试试。先加，先加一个。对对对，这达人的，这达人达人。我跟你讲，这招来用了了后，马上哦，回光返照。回光返照哦。意思讲，面上马上有一个光泽啦。哦。然后马上红高赤字。你讲敢有影？我现场都看出来，红高赤字，马上58岁看，敢那10岁。哎呦！真正我知道，那用落去那无好，你拍电话我。是有好。马上你白泡泡又绵绵 Q 底底软，是不是？又落到底弹到底落到底。哎呦！你话有弹性。给你给你，我来讲，这样大家拢来，来呀，来呀，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，来。首先，先按摩。哦。哦，活络一下这个细胞。对对对对对。让它哦。我你转走了，我要给你。对对对，让它细胞哦活化。嘿，可爱的不？尴尬不？你感觉安怎？就最后，最后，最后以后，对不？然后吼，让他整个肌肉放松之后，有没有觉得很轻松？很棒，很轻松之后，马上要加强他的速度。哦，马上健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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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变化了，按摩下去。有没有污呢？有没有？好过没办呢？我故意，天哪，你别奇怪嘛，我来。我故意变欢喜，我来不及了，现在。你把阿公踹起的。啊，真的，于大哥马上容光焕发呢。不是啊，小花公公。但是真的脸色都变好，已经好红了，好红了，差别了。这交情就好了，对吧？这交可是啊，于大哥都在秀场卖用鬼啊。是啊，哎，不怪。嘿，康宏大哥，我黄西田大哥拢播用啊，就好诶，就笑脸的呢。无啦，康宏我迄播甲这无同啦。哦，我这播有好安尼，袂歹吼。现场我咧加加起来要几千块啦。无啦，几千块是无影啦。无啦，哈，200块，那无200块啦。加我60桶对不对？六十，一百十啦。我讲人家伊真正系200桶啊啦。有啦，你四十个加两只。我无四十啦，无呀啦，30够尔啦，也无爱四十的。哎呀，用过这个问题，美魔女有没有福利好处啊？有，有吗？真的有，有啊！现在还这样子哦。有啊，罗姐我要求过的高级男朋友等于27岁啊。不啦，你别讲，你哦别讲。我那都下午你差你的。啊，报纸有看呐。不是27的。我话说，差你的大两年啦。差几岁啊？计较。哎，你交迄26、27的，迄款的，敢那恁后生的，真的生出来呢。哎呦，伊去拜访因你个男朋友的老母啦。哦哦。结果因老母我等于3岁。哎呀，是你男朋友的妈啦！不啦，我无啦，因妈妈比我加足侪岁啦。不呀啦，真的啦，我无咧甲你骗的。你即款，你俩好过伊咯。我无啦，是伊自己挤过来的啦。不是，他意思是那个男的很猛追他，很爱。对呀。哦，啊你看起来，哎呦，秀慧姐。听你咧讲，你应该嘛就有经验的吼。哎呦，我真正无亲像要要受骨，啊，不过在咱这中华民国，大家若捌看过电视吼，拢知影讲哦，杨秀惠一支嘴敢若鸡毛尻川，敢若机关枪，敢若迄鸡毛咧。哎呀，你可能有十个敢来甲我拍，所以若敢来甲我拍，迄一般拢是唔是本国的人。啊那敢我敢甲我拍，迄就惊唔知路啦。你看啊，捌拄过啥个情形？啊，就一摆，阮朋友带新加坡朋友来啊，大家同齐食饭啦。哦，我一个查甫囡仔看到我吼，伊生目睭花白白，唔捌看过我安尼生做遮水个查某囡仔。迄个囡仔差不多要27岁吧？哇，27岁，差不多啦。可是很年轻诶，很年轻。我男朋友就27，哪有算囡仔？刚才一直要偷我电话啦。我甲讲真正唔好啦，伊讲拜托个啦，哦，无好伊要死要活呢。伊就看着看，你看就是叫颠颠掉嘞。我真正唔通啦，伊讲拜托啦，你电话给我说你真的不要，你再仔细考虑啦。伊讲真的，我如果没有你电话，我一餐都吃不饱啦。我哪一餐吃不饱？你吃3餐嘛。伊讲不行啦，求求你给我电话。我不要，我可以当你妈妈的啦。用哪有可能？你又没有皱纹。我说老并不一定代表有皱纹，有皱纹并不一定代表老。有道理啊。我说我不相信了，我说我真的可以生你了啦。伊讲那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就拿出我的身份证啊，户口名簿啊，健保卡、劳保卡，可以证明我身份的血统的证明书，我都给他看了啊。他一看之下，骂骂号，靠干哦，刷帮地哩，靠干口吐白沫，我不爱相信，我不爱相信，你哪可能比我老母较侪岁啊？口吐白沫，口吐白沫，你是家己惊出来，还是喷出来？哎，我还是给我拖出去。
真的啦，好用啊！我们说实在，无啦，我来讲吼，今麦少年人吼，你出去拍戏的时阵吼，不就被我跟的呢？尤其是在夜店里面吼，欧密码的。你有多个什么情形？没有，我就常常去夜店混呐。那当然，台湾本地人就不用说了，一看都是罗姐子啊。哦。啊，那还有譬如说香港啊、新加坡啊来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怎样我也，哎呀，你搞我做，但是哎，请我饮酒呢，我讲哈，请我饮酒爱饮鬼关的吼，因为天晓得你不会喝酒啊，我不会喝酒，开来给别人喝呀，给我同伴喝呀，反正你要来撸我，我就叫一大堆人来撸你呀，撸到最后，人家旁边跟讲说，哎，他是谁谁谁谁谁，他就不相信这样子，那这夜店里面，让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女人感觉到多么高兴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太高兴了，又这么多人捧你，回家就年轻了一岁了。鬼心情拢好，对呀，我们来保持年轻呐。一直要你知道，心情很好，哎，三不五时都笑嘿嘿，你知道每天笑，是能够让我们很年轻。像伊这吼，伊这嘛也保持啊，那这款身材啊，够保持这款年轻的心理哦。嗯，据老讲。伊无嫁啊，也是丢啦，丢啦，无还无落啊，无还无落啊。对啊，那是吼去嫁掉一个吼，下面要去选立贵的吼，啊选了吼，搁冷冻处搁变条条啦吼，啊有这款啊就恐怖的啦哈，丢脸咯。对啊，跟你去公司的呢？我哪有公司啊？人讲你可无讲啊？无你呀，哪个？我今麦看到恁三咧搭水果，我想到个以前哦，那伫个秀场哦，应该蛮做趣味就好耍诶。以前秀场有很多心酸呐，以前不。不好玩，心酸。对啊，对，以前于大哥都离亚萍顾得很刁刁，我们旁边也不敢跟他讲话，谁敢跟他造次乱讲话呀？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去讲我了。我老实讲，以前在秀场有哪些这个男艺人跟你有过关系的？没有，因为我比较不碰圈内的人。有追过吗？真的啦，我跟你讲，大哥级不可能放过我。但其实，来跟我吐出来。问题是，是有谁不肯放过你呢？没有，是我真的不要跟圈子里面交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圈子里面的男人都不可靠。哦，家家弄一小鬼出来。对，而且有的人就是给你按那脚趾头照啊。哦，脚背细，脚背细，脚脚不老主气，哪个不老老急啊？你哦，对不？而且我们在后台看到，哦，回落的演艺人员那么多，看太多了。对，我们看多看到嘛，不惊掉。而且我觉得嫁给演艺人员的男生哦。哎，将来不晓得好不好过，因为你现在很帅，你能够帅一辈子吗？啊，老是你是不是先影射先命啊？我们很难得有一直走向你这么久的，很难得，啊，也很难得可以保养的这么好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瓜哥我哈都哈高级，你主持就好了。我来后边，他都泡茶。哎呦，你出去都无镜头呢。丢啦！你今麦讲的拢会带流利，对呀。我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跟秀慧哈这种美魔女也没有饭吃了。没有啦，不然哈，都要跟张奎武来啊。张奎来了。哎呀，阿姨有讲啊，讲哎呀，这辈哈，跟他存力啊个底，其他拢超糟啊婆啊。老天爷给你的福利耶，你好气耶，你跟这阵个保养啦，家伙啊，瓜哥个搞全个出榜了。康人又帅，对啊，所以因为罗姐他们因为当时的身材都很好，那当时的秀场文化拢是爱请出去诶，甚至我那秀桃姐秀开场诶，可能唱四首歌就要一件一件的脱，对对对对，脱到后面变三点式。那当时因为我爸爸阿西他有一点知名度，啊，所以也干嘛讲这些噪音啊？啊，徛在台顶啊，穿纱垫，我需要去补安的啊。哎呀，阿你想下掉月饼柱，所以后来，哎呦，我你都讲我穿安尼，我下戏下紧都对阿咩？阿你也无穿。对啊，人伊个场佮无共啊，伊是爱打球哪疼啊，你也哪有啊？对啊，我嘛是，哎，我嘛是，你嘛球啊，你嘛球哪不疼过啊？冷静嘿，你较大牌，佮我无共款啦，哎呀，啊，你变安怎？后来人家就说啊，杨秀慧，无你考仔嘛袂歹，啊，无你改变做主持好。哦，对对对。啊，我想说啊，做主持都免疼啊，对对对。好，我欢喜嘞嘞，结果迄一个西餐厅，佮我讲安尼好，无你即栋来主持，一个迄当好一栋，我要主持的都是。梨花歌后啊，我知道这首歌啊是周游最喜欢的歌曲。余音音，爱上你永远不后悔。连接我还以为我还要你做音乐，不错吧？没有噪音吧？对不对？只要你是连线啦，有谁？现在那个抖音有没有？
也得是英英姐。对对，后来我紧张了，很大牌，我紧张了三天呢，每天在家做足准备哦。我头一天我就给访问，那天访问了，安尼一劳力，气氛未歹，叫隔顿刚头去打电话讲，你唔免来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要小心啊！啊那啊你唔是做官员，那免来，你问餐厅。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，竟让杨秀慧丢了饭碗？杨秀慧挑大梁，戏剧崭露头角。那时候有一个影集哦，叫做《天眼》，我去演一个那女主角，就本顿来。我呢，一个一个，包括路边的路人甲乙丙丁呐，都背起来了。所有的台词，对，好懂的主题就是《梨花歌后》啊，我知道这首歌啊是周游，周游最喜欢的歌曲。余音音，嗯，爱上你永远不后悔。连接，我怀疑没有这个，他妈你做音乐，不错吧？没有噪音吧？对不对？吃掉你。两相啊，有谁？现在看到抖音有没有？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也得是英英姐。对对，后来我紧张了，大牌。我紧张了三天呢，每天在家做足准备哦。我头一天我就给访问，那天访问了，安尼一劳力，气氛未歹，叫隔顿刚头去打电话讲，你唔免来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心！啊那啊你唔是做官员，那免来，你问餐厅会修厝啊。你真衰啊！是啊，你嘛够厉害，唱歌会烧气嘛？我真正嘛真险，咱讲实话啊，所以安尼个主持又中断了一段时间。不过你安尼讲，我无得体会呢。伊唱歌火烧厝娘娘啦，啊后边吼参加时候，阮唱到倒去呢。我两个拢赶快去散手啊！你嘛是哈，你嘛有分的哈，唱到倒去哈。西餐厅是先挂先跳落去唱的，大家跌落去唱的。你几乎每一间都唱过了吧？鼻祖鼻祖。要不吼，今麦有做些少年人的哦。哎，唔知讲迄东西，迄是甚物款的情形？无你用经典重现无？哦，经典重现下要。朱祁啦，你转朱祁啊，盖小了。我盖小一啊，我盖小王啊。好好好，我当盖小一，问到做工作嘛，小好兄弟。麻烦你穿好好势，我给你盖小一。好好，我来来来，小蛋要唱歌呀。哦，你要唱歌吼，好来来来。啊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仔大家有眼福咯吼，我要介绍一位惊天动地，轰动楼顶，惊动楼下，真正水当当，水满满。哎，真正今仔日吼，到处看我，只有你无看，真正有对心肝画个腰。先得先后，你后你慢来看袂着，先来先看，慢来减看一半。你介绍这位水到什么程度？水到无亲像人。哈？水到面皮脚脚袂输卡皮，水脚袂输白灵丝的。这位不是别人，人看人惊，鬼看倒退单。介绍这位罗佩影情人的黄衬衫。穿着一件黄颜色的衬衫，黄衬衫在眉头上更显出美丽大方，更显出美丽大方，就像是春光。哇！谢谢谢谢，罗姐好厉害，真的进步嘞！我有唱完呢，真的下午有跟呢，乐队结束嘛，爽的。明白明白，对啊。重点是伊唱歌，是要大家看伊跳舞迄种劲歌热舞迄种感觉。现在假到我根本唱袂到呢。是也得是噶，没有啦，我唱歌音域哈很宽呐。一般要跟合唱不简单呢。我一直有梦想，就是有一天我唱出唱片，一天在旁边给我合音。好，拜托哎，因为我若跟你合音，我是会合音啦。暂时我一定会带你合音的，拢袂做。我带你合，我带你合。照个边头好啊，有当时做歹叫等来。不过唱歌你袂走啦，我甲你溜，你就会走。不过有时看来是可能于大哥你敢知影？李秀慧姐唱歌嘛好听，伊冇出唱片呢。有有有有有。你嘛来听看嘛。哎呦，哎呀，安尼好。你有法多唱，今日有法多无？啊，无我来唱《北投秀别》啦。欢迎杨秀慧带来的《北投秀别》。
真招待。哎，两个都赶快烧香！烧香是恁的特色，嗯，对，各有各的好听的所在啦。嗯，啊，不过听讲美魔女吼，欢喜的代志有拄到啦，好，啊，不过悲哀心酸的代志，跟他妈妈拄过吼。嘿，心酸有够多啦。哎，那有啥物好心酸的啦？有啦，美魔女应该好处上侪呢。我二十岁出道啦，啊，赚个三十岁的时阵啦，想讲。哎呦，演艺人员三十岁了，不是长久之计，嗯，啊，又没有嫁人，那将来要怎么办呢？万一又没得演了，后面那个新出来的一直冒出来，一直冒出来，就会害怕，想说啊，转行转行，哦，转什么呢？哎，开餐厅嘛，做生意。我跟你讲，他讲这个我就只记得了，因为一般哦，这个演艺人员他都会心里想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嗯，他就想，哎，有的年纪的已经出道就是十年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他心里想去投资一下，哎，顶多是开个餐厅啊，他开那一家，我有去。对呀、啊，好高贵哦！我的啊、我开幕的时候，他跟鱼翅啊，什么光贵给黑龙旗呢？对，好多人来哟、哦。啊，你真好啊！我开间餐厅、啊，不是啊，去吃一盖尔哦。安怎？计差不多一无一个日，我们是规定要搁抓去哦。讲倒啊啦！你哪来的？哎呦，刚你就有鱼大哥吃倒哎！哎呀，我能付钱的黑那？没有，你看我们演艺圈，说实在啊，出来做副业的，嗯。很少成功的啦，随便举例都是失败的啦。你看你也是啊，我做的多了，对不对？什么行业都做。对呀、啊，你做什么什么就倒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一样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演艺人员都是这样子，老天给你一好就不会给你两好，真的。所以好好做我们的本业就好。对。不过你有什么苦衷？你有什么艰苦心事？我苦嘞，阿娘喂，我话歹命，你敢知？我拄头要出来。这个给改孙吼是叮叮塌塌呢，困难重重。不会啊，你有个明星老爸，叫你讲应该就简单嘞、啊。拜托，我老爸就上惊讲，你卖你若出去吼，伊演员去唱歌，你先讲我是你老爸。阿生查某囝，咩面子拢叫你下料、啊。我爸爸是，伊家己做这道的，哎，查某囝出来做，不是比赛，因为他很怕裙带关系。伊讲你若要拼，你家己去拼，啊，若拼袂赢，你就进去唱歌，嘛，你也卖唱歌，进去客人。所以你家唱歌就是当初拢袂赢，走去唱歌。跟去街上卖个唱歌啦，我想想讲，啊有影吼，啊无都安尼，我就刚刚想想啊，那中国电视公司都在招考基本演员，是，我就转去报名呢，五千几个人哦，去竞到十名，啊十名其中一个人是什么人？现在目前还有在荧光幕上，谁？写的是我，写的是张晨光啊，哦，你跟张晨光同届啊，不能同届啦，影帝耶。我十六岁啊，尔叫我老爸也签约，签约了，我才正式踏进这一途。那时候有个影集哦，叫做《天眼》。我知，有，我看过。那是三五集就演那个警察抓小偷那个故事，哎，那个叫阿很红啊，很红哦。拄好有一个打电话讲，讲叫我去演几集的那个女主角。哇哇！就那一个礼拜的那个大概七集吧，女主角。你敢知影？我提前一个月，我去提剧本，剧本回来。哇！那一个一个，包括路边的那路人甲乙丙丁啊，都背起来了。所有台词我袂甲滚瓜烂熟，我一直等，甲讲阿豪，你明仔载我们出外景啊吼，你来公司集合八点到伊，啊，我的人哦紧张，八点到，我差不多七点半就到啊，我九点坐到要十一点，哇！导演来啊，导演就从我面前，我因为坐着嘛，用这导演，我说，哎，导演好，你说，眼看我半眼都无，可能导演你无影啊，我就行入去，无用啦，行入去差不多哦，经过半点钟了后，有一个人出来跟我讲，伊讲那个杨秀慧，我们导演说。那是有一个影集
友，叫做天眼。我知道，有，我看过。那是三五集就演那个警察抓小偷那个，是爱那个阿很红啊，很红哦。多少有一个打电话讲讲，叫我去演几集的那个女主角。哇哇，就那一个礼拜的那个大概七集吧，女主角。你敢知影？我提前一个月，我去提剧本，剧本回来。我安尼一个一个，包括路边的路人甲乙丙丁呐，都背起来了。所有的台词我背甲滚瓜烂熟，我一直等甲讲啊，你明仔载我们要出外景啊吼，你来公司就下八点到伊，啊，我的人哦紧张，八点到我差不多七点半就到啊，我九点坐到要十一点，哇！导演来啊，导演就从我面前，我又坐着嘛，用这导演，我说，哎，导演好，你讲，嗯，连看我半眼都无，可能都是无影啊，你看，嗯。啊！就今日去，无用啦，今日差不多哦，经过半点钟了后，有一个人出来跟我讲，伊讲那个杨秀慧，我们导演说你不适合这个角色，改天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合作。啊，好厉害哦！我听觉晴天霹雳，哎呦！我听觉痛苦难耐，手机无力，皮皮喘。我讲啊，然后呢？伊讲然后就下次再合作。我啊，现在我呢？啊，现在你就回去呀。哦，那我可以走了哈，谢谢。我穿两大包的衫，行出去外口，较早我也袂晓开车，要行出去，脚皮皮粗，你敢知？我想我来拄着这款代志，行到外口，我想要想讲，你阿妈呢？迄个导演，你再连落来，你会马上叫哦。因为我即马是你心内有偷骂吼，不是，因为我即马是咧录音，我一定爱讲你阿妈。我想来想讲，安尼遐奇怪，这个导演连正眼都无看我一眼。无你是通灵，还是通灵，还是蒙骨的，还是你要关录音？你也知道我对这个角色我无啥的，现在连一摆机会都无啊！现在人人怕死刑，你莫问讲伊到底钓到什么罪？啊，你找到原因了没？我找袂到，我都哪行？迄个时阵我非常的丧志，我哪行？你非常丧志哦！哎，当天。恰里头呢，我一直哭到袂输讲，哎，厝内面敢若发生什么代志，行到一个巷啊，我终于忍不住走入去巷啊，我哭的呀，我咧哭妈，一直哭呢，哭到真正有影哦，目屎四淋水，奇怪，这个痛苦的代志，我迄当才十几岁嘛，是，我即马四十八岁嘛，天眼的导演，拿手就是你，不要我，我你们干嘛？你现在眼睛看着我，我就是当时被你赶出去的杨秀慧，你后悔了吗？我你知道导演叫什么名？我知道。这样有道理啊，你连导演叫什么名你都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没给我机会啊，我也不知道导演是什么名。我也是第一次当主持人的时候，叫我主持什么？冰上玄功溜冰的。那时候做主持人叫自己准备衣服，还去买了一双冰刀鞋，然后还去练，摔得半死。然后我跟赵书海两个人，每次从旁边这样子，两个要溜出来，溜出来两个人就想，哎，不过这是铁效果啊。然后牵到对方还跌倒，你知道吗？光开场就录了十几次，第一集、第二集、第三集。我还去公司开会，开完第二天去录影。我走到现场，那个制作人先姓韦，小宝的韦 ，OK， 他就说：“你来干嘛？”不是录影吗？你被换掉了，你不用来，你那么烂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呦，你还来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那个溜冰的，那个全场有多少人？好恐怖！打灯的啦，现场的观众啦，工作人员起码是几百人在那边。你搞画个大碎虾，干你来冲呀！你来就当然想过你来干什么？然后就把我臭骂一顿。你先回去，那么烂。而且我们出去主持没有脚本。对，以前没有脚本，就告诉你等一下于天来了，唱什么什么歌，你就自己讲。台上见。对，然后就说，哎，等一下潘越鱼来了，他等一下唱的是穿过我那头黑发的那只手什么什么。哎呦，讲一遍就叫我上去讲哎。我溜出来就已经吓到什么都忘掉了，然后就一直讲不好，就被换掉了。换掉我回去就坐那边，怎么我会被换掉了？你是大哭，我想，那我明天去割双眼皮好了。割双眼皮跟溜冰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因为我想我已经被换掉了，演艺事业就毁了，没有啦。
那在家里干什么呢？其实每个人走这一个这个行业啊，演艺圈都有他心酸的一面的、啊，真的。那不过有这无这无快乐的经验，让家己更加坚强啊！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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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茁壮自己。啊，不过你刷到来吼，听讲小慧姐，你有一个请求，有一个拜托，有我有一个心愿啦，应该是讲心愿。对，应该说，我从小我就有一个偶像，然后我心里就一直在想说，如果我有一天可以跟这个偶像一起唱歌的话，那一定是我们杨家祖先显灵了。哇！我从来都唔知影讲孔锵老师这么唱歌。跟孔锵，跟孔锵老师无关系啦。哎呦，那我也不，我也不知道小郭会唱歌哦。潘若迪还是潘若迪？唔是啦，都可以啦。哎，你今仔加正正点咧哦。无啦，因为我无运动，我就足点的啊。啊，鳄鱼大哥，你嘛去拍照的呢？伊讲收地嘛，好你妹；啊，无讲话嘛，好你妹。不是，有当时啊，插入来真正足歹食的。哦，你的心观，哎，我的心观就是讲，我卡苏那有法度有一天，真正来当个鱼大哥合唱。这就是我一世人上该幸福的时刻啦！你们以前在秀场都没有机会，没有合唱过。他唱什么沙巴卡？还没盖港台啦。以前我们在歌厅秀的时候。他那时候就是我们都是演戏，要不然就唱前面，要不然唱后面。对，他是多大牌，他是最后才出来的呢。对呀，现在的王力宏嘛。对呀，王力宏真的。对呀，请王力宏。他们在塞清洗那个于大哥，可以啦。天晚又有修路柱，年纪大了。做工做嘛，第一天听的。已经讲到安尼，对不对？我无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啊，恁做工做嘛，过来找我，我。拜托你。大爷嘛，哎呦，阿门，阿唔知你要唱什么歌？我想讲，这世人可能嘛有一摆机会，甲于大哥合唱，后摆是无机会啊。对对对，阿无你唱一条《相见不如怀念》。啥？这什么歌？你肯定要唱这条，一定是爱唱这条啦。阿那干啦，也等见面，你还不干咪按怎哟？对啊，阿你决定这条歌啊？没有没有，好，欢迎杨秀慧、于天带来的《相见不如怀念》。谁说我俩还要相见？相见不如怀念。让这一片爱的情缘融入我心里。纵然是寂寞爱你百千，我俩还是不要相见。三星歌中剧这回来到的是报喜宫，会发生哪些爆笑的事情呢？让我们看下去吧。于大哥饰演报喜宫主委，侯怡君则是饰演于大哥的死对头，诈骗大师郭子乾饰演，诈骗助手卡古饰演，迷信的村民钟家珍饰演，王宇杰饰演钟家珍女儿。心有的时候悲，有的时候喜，叹息的人儿醉呀醉喜庆，醉呀醉喜庆，陪着流眼泪，陪着笑嘻嘻，随着剧中人忽悲又忽喜，完全完全忘了他自己，忘了他自己。要是你比比
怨人反而不入心，贪心的人啊，个个是细米。恰恰恰，人生就是戏，看不完的戏，有的时候悲，有的时候气，看戏的人个个是戏迷，个个是戏迷，个个是戏迷，个个是戏迷。哇哇，进来对他的变少一个，嘿嘿嘿嘿。小军过来，别给我往边。喂，啊，你今天不是要来找我打水果的？嘘，我今天是心心心意要来这拜拜。哦，我有一块心思，想要跟神明讲。哦，安尼好啦，有诚心嘛是好。嗯，懂嘞。嗯。麻烦你先调我一下，无变那摆。哦，太谢哈，他今仔拄啊欠费，嘿，啊无补你呗，嘿。不要紧，我有自备。有自备吼，会自备就好啊，嘿。自备啦。哦。天宫博主，我是信徒侯孝军，自细汉个大汉，我拢是心心心命来遮拜拜，为着乡里。我嘛是拼死拼活，日啊拼，暝啊拼。也毋过你对我实在太无公平咧！莫讲每一届选主委，股票落选，我连十支枕头我拢算会出來，根本就无几个人转给我。也毋过有一挂人，伊逐工因为无代志做，干了唱歌，什么人生就是戏。伊讲遐多，每一届选主委拢选会着，你讲看卖咧？你目睭都爱背黄金，千万唔通让这群人危害社会，拜托！我甲你求，我甲你拜托。我你真啊是你甲天公伯啊求这哦，讲你的心思哦。你管不得你讲我的代志啊！你敢管？那我即摆是你甲天公伯讲我甲你的心内话，你来硬头听。哎，哎呀，我都不得臭样，你讲个遐大声，人心思拢啊黏，家己点样讲？啊，人讲遐大声啊！你甲我管，废掉了，就是天公伯无讲白人，我唔惊，互你听啦。哦，我唔知啊你啊，哎呦哎，哎呦，你安尼遐晏着，还佫出来咧啰啰嗦，你创啥啦？安尼强强蹦蹦安尼走过来，你创啥？有甚物代志？你做你家先，恁阿伯讲话紧嘿，做你讲话紧嘿。伯伯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了。哦，究竟发生什么事，竟让雨杰伤心投靠主委呢？趣味歌中剧《天蓬元帅》秀出惊人才艺，就以来恭喜天蓬顶的这个元帅，元帅就顶。哎呦哎呦，哎呦！你安尼遐晏着，还佫出来咧啰啰嗦，你创啥啦？啊，恁强强蹦蹦安尼走出来，你创啥？有甚物代志？你做你家先，恁阿伯讲话紧嘿，做你讲话紧嘿。伯伯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了。无啦，不是我讲，你得免紧张，我你讲。主委哦，你真正不是人啊！这几岁囡仔尔，你安尼我都该下手。这款代志你竟然做会出来？但你是你讲啥？我是在安慰。但即个什么时阵啊？你还搁在讲这？我扛无顺嘞，要处理代志呢。伊甲你欺负呀？不是啦，不是啊。啊，太谁误会啊？我见你有啥物代志，做你讲出来，我见无法当解决。恁伯伯一定甲你解决。哦，恁伯伯是啥？恁阿伯啦。哦。伯伯你也知道，从小我就是单身家庭的。我妈真的很辛苦，她好不容易赚了一点钱，存钱，我们才现在过得好一点。但是现在他的朋友介绍他一个大师，说是天蓬元帅的将士，会风水又会改运，所以我们家好不容易存了400万。然后呢，每次我妈去参加那个大师的法会就要捐钱，一个月4次。才认识了半年，我昨天看了我妈的户头竟然只是1万块耶。哎呦，
过年时间台北戏拍完哦。哎呦，那还有台戏还好谈的啦。对啊，我够气的。哎呀，你不然那变太公气啦。真的，而且还不只是这样，嗯、甚至他今天跟我妈说，嗯、要我妈把房子捐给他。啊！说要弄模样，馒头也被送了。他要做一道场，而且我妈竟然也同意了。所以我只好把房契拿出来啊，而且这么晚了，我都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。哇，你别紧张，这严重诶，不过安尼真严重诶，我用我来处理。没，你别出手，来，我跟你讲，这款代志哦，你无需要麻烦这个主委，伊敢那逐工在唱歌尔、嗯，你搞好就好。那是关于迄宗教敛财吼。我是专门考的，该我解决绝对无问题，我无需要你任何回报，你只要后一遍选主委时，把迄票转给我，安尼就简单啦。啊，好，我即马就去。来，你阿哥你去叫台湾的。小姐啊，小姐你伫做？啊不，好，你真是伫咧遮，哦你个逼啊，小姐。哇，歹势，主委啊，我有啥代志请讲。叫人主委出来啦。好，哎呦。啊！你这计较啥？叫顺叫主委就好啊，对哇？还没调你嘞吼，我算过。未来的主委，好，就问一下，嗨，我想你应该就是天蓬元帅本人吼，哈？什么声嘞？无礼貌。哎，主委啊，天蓬元帅是天你的神嘞，我是凡人，你别在那。来，讲好心啊！什么好心？你想啦？我小姐妈妈啦，小姐啊，你赶过来！呼，你得给我提起，你真没有气，赶过来！妈，我不要啦，那个大师根本是骗人的，房契我不要给你。什么骗人？话说的哥俩做高亲的，你唔捌的。拜托的，我呢跟你伫村内遐久啊吼，你那样戆干的叫人变去，你拢唔知咧。他讨厌啊！哎呀，哎，我小姐吼业力很重，业障很深。嗯，大师要甲解救啦。那讲遐无的，你来稍微较清醒淡薄，唔当安尼两三句叫人变去，你呐。小姐，你无条件，你莫想讲你阿伯哦，你做靠山，放你去行哇，我叫你提死哦。没可以，绝对没可以，我你是真不好哈。妈妈讲我，你有没有听见嘛？不要，我不要给。二师驾到！啊，师傅来啊！来，众人听恁，男在前，女在后，摆做一排。男在前，女在后。快进来啦！哦，你是在创啥？哎，唔是啊，今嘛是创啥？欢迎我的大师啊！哦，大师驾到！大师，师傅。哎，地主阿丁何在？啊，师傅啊，哎，新路叠加啦。嗯，啊，进前你唔是讲要甲厝关出来，给我做道场？啊，时间到，你哪会无出现？都。拍摄啦，我早间吼，我食不好，迄地契都给他收起来，我即马都无法度。啊，靠，先帮我他改善啦哈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方法，恁早间都是因为啊交到歹朋友，所以业障带相当。有听到无？那大叔拢安尼讲你，你唔听话。我是歹朋友，你嘛拜托的，咱两个搁厝边遐尼久啊，对不对？我好歹你应知啊，那讲干呢？是啊，妈，你不要听他的说话啦，他都干嘛这样乱说？他只是想要骗我们的钱啦。无影，我别讲。嗯？哦，那无要关厝嘛，无要紧哦。我就打打啊！打啊！好打！出来！熊贪污干面啊！上面怎么这怎么这这这这面面多？最近到现在变不得叫叫咚咚咚咚。恰似之事，恰似之事。啊！你来看卖，恁早起业障带伤重的，边啊！你看迄个穿红衫，袂输敢那较早无缝来出身的。所以讲，不是我，是诸位无缝。业障带伤重我。我讲，你这代志救人要紧，若无紧的时阵，恐惊无法度度过这劫啊！哎，你是变作啦？哎呦，你跟你啰嗦，你这冲上，我来了，我来。你发多？够我啦！你就是天蓬元帅本人哈，没错。我跟你讲哦，紧来个大口子，那因的钱哦，幸好无叫警察给你抓走。哼，这位女施主啊，你讲得真有道理。走你是不是最近主意都选不着？我替你拢，小五，你
计算算水我拢算袂掉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乌气，若无要甲消毒掉，你永远都算袂掉水。那呢？我到底是要安怎？要安怎？真简单，冲喷雾干面。是啊，哎，甲脚蛋拢扶起来看。哎，这个小姐，这个美女，请你参考。就是这個，你看这手指。这是看起来普通的酒精啊！哦，它有很大的功能，会当让你步步高升、泥泥管、步步高升啦、步步高升。哦，我来做，我来升，会升起来就对了。升起来，好，好高官，好，好背起来，好背起来，你打一个，你打一个，好，你滴一个，好，还有这个，这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无？几粒珠啊串起来呢？你的运气是不是这么好？你哪会知？常常好小人甲你陷害，真正对。你若想这个，保证你什么少年、什么傲步，都袂当去陷害你。乌鸦这厉害，这厉害，买下啦！我甲你提了，我甲你提了。好，各位，你是常常感到自己乌云罩顶，运气不好。你都会看，才我乌云罩顶。拄只在武功。哦哦，好，你若是挂起哩，会当让你逢凶必吉，有呀，可以让让你腰锁、内裤、脚酸，搁咧顶个裤，对无？虽然讲你拄啊讲迄三项我拢有啊，要搁加强一下嘛，袂歹。好，好，你总拢个拢，我拢总买，安尼拢总偌济钱？安尼三项算你套餐价38000啊！三万八，有淡薄贵呢，较免算较俗个。好，稍等嘞，西，伊讲有小夸贵，是袂？袂安怎？别安怎？好，足简单嘞，拍八折啦！好，拍八折。啊好，阮师傅指示，是38000，甲你拍八折。安尼拢总偌济？30400。哈？想袂到你数学袂歹嘛？当然袂歹，佮甲你看一个整数30000对啊，安尼有俗无？俗啊！也毋过我无现金嘞。无现金是无？嘿，恁家敢用刷卡？好，稍等嘞，当然有咯。哦，哎，今麦做变哪有法度变个这么专业吼？不是，嚯，这厉害呢！刚才飞机进那个免税商店那里。来，侯小军，好，感谢你，好来。免客气，这所有产品拢是你的哦。好好好，再靠你。好，安尼有听清楚啊？听就清楚，大侠大师。我都爷讲你带出足够足灵性哦！你有看这底下咧在动动海无？啊，你不是要去解决代志？是啊，这位我你讲对不对？啊，人半年红骗甲存一400，骗甲存10000。是啊。啊，你靠半分钟就30000去啊！对啊，红骗400甲300。嗯啊！啊，你好像解决代志，你嘛拜托个好。我来用用骗去啦。我都叫你从啥？就伊师哦，他讲是天蓬顶的这个元帅哦，元帅吼，天蓬顶的。元帅叫顶天蓬的，我是顶都邦的。哦，是安尼哦，云观不识泰山，失敬失敬。我走走走，小太小太，我天根林雕古之师，哎呀！这位穿红衫施主，你规身躯拢害了了！哎呦，准就对了，哎呀，还有什么通办法通解救？无，有办法，来试下呢，脚踏老骨，提去看。好，来。哎，这位大哥哦，就小看参考一下我的 menu 哦。就穿红衫施主，你规身躯拢害了了！哎呦，准就对了，哎呀，还有什么通办法通解救？无，有办法，来试下呢，脚踏老骨，提去看。好，来。哎，这位大哥哦，就小看参考一下我的 menu 哦，这是怕消灵，哦，金色金色金色，什么金色啊？你想我金金色？哦，伊是我都解释了，伊就是讲主意是金色啊。金色啊，前世今生啊。哦，金色。金丝，金色金丝。你讲，我的金丝都我菜瓜嘞。注意注意，你跟你讲嘛，无啥标准嘞。金色金星啦。嘿，对对对对。金色金星。我金丝我就要过去啊，我金星。好，啊，再耍好，通灵。通灵，迄大家一定。看风水。我就无需要。十二指肠炎。
射护腺肥大，僵直性脊椎炎。啊，你鼻塞的呗？鼻塞诶，我塞下面弄诶。我那弄无法度，那无法度，僵直性好法了。诶，无法度。你你。你犯了天规哦，上天有感应。唔怕迄十二指肠鼻塞也有法度，本来就是有法度。安尼好，我咧讲，真正我今仔甲你拔一下较大咧，你若真正有啥物任何的心痛，顶出来。假使若真正有影，我咧讲，我即间庙、即间国宫啊，全送互你去做道场。对对对，这样好吗？当然不好。诸位，我连诸位都毋爱做过，你安尼规个拢送互别人。放心啦，放心啦。会使。哇，这下冒死啊嘞！我即间叫食大惊。哇，冒死！冒你去死！我今仔无准备啊，但是要安怎顶？哈，你无准备？嘿，假个。喂喂喂，啊，到底有法度无？什么讲无法度？我即下等你准备的。啊，即下呢？即下要安怎？不要紧，今仔我都有穿。你有穿？你有穿？你打，你打。我穿物件的。哦，我会使顶一下新功能。你就是讲你有穿迄个？哎，师傅啊，师傅啊，我会记得，我会记得你有迄个，迄个跟白莲教迄个神功护体有无？哎呀，哎呀，顶头因看啦。哦，你捌看过啊？我看过啊。好，我今仔就顶一下神功护体，互你看者。来来来来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跳蛇尾游天庭。无人运讲运迄个句话啦。好，小戴，诸位，我甲你确定者，你若输这间庙，规个要给我，对无？好哩好哩，无要紧嘿。好，来，拍！哎，倒一支啊！神功护体啊！地灵剑！哦哦，有完无到？于大哥，你快无？哦哦，现在做到真正神功护体，怕未死的啦！阿哥有无？诸位，真足厉害呢，拢无解掉。过来第三支！啊，出来出来来来，出来出来出来，第三支我来。大哥，你到底在？哎啦哎啦，你身躯不是软软的？不会啦，快快快，闪快闪，第三支我来。小戴啊！哎。要拍赢的，但是这个头壳袂用拍。哦，规身躯拢爱拍，干那头壳。头壳袂用拍，因为你有感应的时阵，我头壳都爱接收，才会使甲恁讲指示。哦，伊的身躯拢会使拍。安尼哦，好。我来，我咧先等下，我来运一个功咧。头壳袂用拍，头壳袂用拍。好。辛苦你拍菜，啊！你不是讲干那头壳袂用拍，其他拢会用拍，啊！你拍辛苦，你啥都袂用拍卡？哎，卡又无清，所以讲我这是变人，你甲看，啊！你干么听？哦，袂呢？袂嘛吼？啊！你听？袂嘛吼？哎呀！啊！你就反正啊！你干么听？你有才调，拍马威！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不是，你来看伊来这穿啥？我穿防弹衣哦。虾米？你用护垫？啊？不是，用保护自己的垫子。哦，对对对对，那样。你有够皮皮的，你直接是笨啊！我一看就知道，后壁拄啊出来，跟他僵直性脊椎炎，那姑姑都无换。哈？我两叔叔本来是真故宫啊。对啊。我乃不是，你能做出这款代志？我咧讲啦。进前就有消息传来，是不爱跟恁讲尔，我踮咧等偌久啊？是啥物？你来看卖，这就是专门在标吼，专门在骗骗钱啊，诈骗集团的神棍啊，你听哦。来啊，把叫警察过来！快过来！不行，骗子啦！我是骗子，我是骗子，骗子啦！骗子啦！表演失敌。我来
拜神老骗去，什么神功护体？真正有够戆的你，这款钱用骗了了。你好，刚才有你这个糟囝，对啊，你还跟人家烂姐，就无要为财神鬼去了了呀？是的啦，妈妈好一时糊涂，安尼吼叫变成咱骗去，啊，只能骗了了，好个在地壳里收起，无咱就一无所有啊。对啦，我见到骗这骗去啊，我跟你讲，啊，你一家伙啊，大家好好啊，吼，钱够赚就有啊啦，哎啦，阿爸唔当遐尼戆啦，戆的嘛是有的，大家别说跟咱一家伙啊同款嘞，注意，咱两个实在遐尼久。嘛，跟咱一家伙啊，同款。拄则你嘛知影讲，我入卡入30000几块、嗯，这是我全部的财产。我即马有淡薄困难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用好借我1000块，明仔载用食早顿哦。这小可问题。谢谢。但是我咧讲，我敢那一句话要给你尔。是。来咯。再需要我，不不，你不再伴着我，不不，你不再，你不再爱着我，爱人。天涯海角茫茫，情人你在何方？如今你离开我，一切失去希望。尘世的傲天王，夜夜东看星光，与其往日欢乐，悲痛充满青涩。不不，你不要，你不要离开我。不不，你不要，你不要抛弃我。不不，我不能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本来要借一千而已吗？加嘛加200而已，你要计较要创啥？你真正是坏人！你自己每天在跟我计较，对不对？不，你就是一块布！我跟他布！你就是布！我布！你布！我个布！你外交！嘿，外交，外交嘞，搁布一下！啊，你咱两要创啥？那月风中飘飘雪，心无言也无分过。双人的心无改变，缘分煞来问天地。爱你的心，送你一蕊白莲花，将咱的爱再轮回。那一生在相催，风也风对面无休过，灰心海。